军的战旗，以荣耀和精神铸就万军战旗卡，典藏于世冠礼盒，让时间永远铭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九。从2016到2023，我在这座赛场上见证了无数人的可能性。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，追梦的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是每个人呢都淬着光，绚烂夺目。今天在这座闪闪发光的荣耀现场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披光前行的你们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从 KPL 开始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站在这里，一直陪伴，从未缺席，请起立。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与存在，而同时这座精彩的赛场从来不缺乏见证者与记录者。如果你也曾经见证并记录过每一份赛场的炙热，请起立。而推着我们前行的还有每一次的欢呼、掌声与呐喊。如果你也曾经因为有人记住了你的名字而感到开心，请起立。每个人呢都在努力向巅峰靠近，但胜利是可贵的，更是唯一的。如果你曾经沐浴过一场金色的雨，请起立。而有时候呢，胜利真的只是唯一的。如果你曾经攀上过巅峰，但却遗憾擦肩而过，因为失之交臂而在赛场哭泣，遗憾错过冠军，请起立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送给还在坐着的你们，如果你曾经踌躇满志却抬头只有阴云，如果你曾经天赋异禀却已被人忘记，如果你曾经坚定不移却在现在质疑自己，如果曾经有无数的人劝你放弃但你却始终不甘心，那么请再看看你身边的人，再认真地思考一次，如果现在的你是否仍旧准备着随时去迎接下一场胜利，如果是，请起立。感谢每一位在今天站在这里的你们，来日方长，让我们一起见证青历在下一个传奇顶峰相遇。欢迎大家来到2022年度王者荣耀颁奖盛典的现场，逐梦追光，荣耀加冕。请坐。那么今夜还有将与我一起见证无尽荣耀诞生的伙伴，请起立。两位
有什么感想？你是在第几个问题站起来的？我在那个听到名字能够开心，我那个问题站起来。你做什么？我是在第一个问题就站起来了。好的，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朋友能够来到这里，真的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快乐。那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一起见证荣耀的诞生，因为过关斩将铸就荣耀，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带着问题前行。我们发现持续的这样追问更胜于一个答案。每一次提问，我们都将站在新的起点。我们的旅程是如此的无尽和美好，只需勇往无前。是的，不断地问自己，慢慢你就会发现问题的力量已经超越了答案。我们的旅程是如此的无尽而辽阔，每一次的提问都是星空的回响。荣耀就是这样发光，是太阳发出的光，照耀着每位选手向梦想前行的舞台，是推人前进的光，汇聚了队友、教练、团队的爱和力量，是舞台点亮的光，燃起无数电竞人对金色雨的渴望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站在这里，感受竞技的快乐，追逐梦想的荣光。天生就是王者，出发就是到达。好的，所有的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2022年度王者荣耀颁奖盛典。首先，年度最具含金量的好礼来了，交通银行信用卡携手王者荣耀世冠，将冠亚军传奇战旗化身信用卡面，重磅打造世冠限量版和战旗版的信用卡。即刻扫描二维码申请交通银行世冠主题信用卡，赢典藏战旗礼盒，永久收藏世冠荣耀。对于王者荣耀而言，2022注定是不平。赛事时间的调整，大众赛事体系的全面升级，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，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王者诞生的故事。王者荣耀让全民接触职业，让职业走向世界，挑战者皆王者，让全民电竞创造无限梦想与未来。初登国际舞台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王者荣耀境外职业战队与 KPL 战队一起闪耀了2022。在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 KIC， 也让我们看见了在 KPL 赛区之外选手们的热爱与信念。王者荣耀让志同道合的追光者结伴前行，让每名怀揣梦想的选手都走到了聚光灯下，真正做到了让世界看到你的光。在这里有热爱与热血，有决心，有勇气，更有持之以恒的坚韧。在未来，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选手，更多的战队披光而来，逐梦荣耀。今年我们将通过追光、聚光、成为光三个维度去致敬热爱，共逐荣耀。在追光的路上，总会经历跌宕起伏，会有至暗时刻，也会有风雨兼程，但梦想也因为青春的慨然以赴而闪耀，破晓之前的黎明也因沉寂的黑暗而明亮。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人都在闪闪发光，光芒再小也要永远发光。 KPL 独家合作时尚 COSMO 拍摄了光芒骑士，热血少年们化身冲向未来的光芒骑士，梦想再远也要努力到达，让我们与光同行。接下来进入第一篇章，追光。哪种打法？压制，输出，反野，等待时机，像猎豹一样出击，一击即动。最初接触电竞的时候，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去长沙打的线下城市赛，这是我职业赛场的开始。想要用实际行动证明给父母看，我可以走我的路。一开始上场容易紧张，现在已经能冷静地面对赛场的瞬息万变。时间带来了很多改变，而有些东西不会改变。永远想要成为王者，成为冠军。危机感，队友还是对手，竞争，较量，输还是赢。
没有人不想赢，胜利的号角只属于冠军。一帧帧的训练复盘，一次次的战术调整，都是为了共赴那场金色雨，一次次的自我挑战。在这个赛场上，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永远的赢家。并肩前行，哪怕前方不如今天。调整状态，转变心态，蓄势待发，不停下脚步，不停止战斗，无论何时心中的光都不曾暗淡。光是信念，光是梦想，光是不会交熄的热爱，战斗时刻的热血沸腾，拼到最后一刻的决心，不惧怕前方的一切挑战，逆风翻盘。向光而行，英雄怎能后悔？